盘点新生代奥特曼在 TV 中与伙伴告别的感人名场面。新生代奥特曼你最喜欢谁呢？一、泽塔告别小伙伴们后离开地球。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，什么贴的你的今天，罗密欧跟朱丽叶，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，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，曾经我们都很坚决，爱了就不改变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，能否不要说再见。二、赛罗告别令人后离开地球。那么明确，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如果告别，能不能再见？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，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。三、银河告别人间体后离开地球。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，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、yeah、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一句再见难难变得表面，真的不用说再见，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。四、杰德告别杨辉后离开地球。朋友们后离开地球。六、赛罗告别忧心后离开地球。